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93面，693面第二行，往昔无量寿经超越，问：秽土修行，若殊胜者，说在此可修，何愿净土？这个问题啊，问得好。诸佛如来赞叹娑婆世界的人，在我们这边修行一天，超过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10天，超过在极乐世界修行1000年。我们还用得着往生净土吗？在这世界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我相信啊，会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这不必到净土去了。古大德了，也知道啊这个问题发生了。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解释，回答这个问题。如戒要云，这都是引古大德的话，说此经但显修行难易，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娑婆世界修行难，极乐世界又修行容易，难中能修行呢，这是最可贵的，这值得赞叹。非行善根胜利，而不是讲善根的胜利，这个意思要懂啊。譬如贫贱失一切，贫贱人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有个女孩子非常贫贱，在寺庙里头布施2文钱，在从前2个铜板，2文钱，2文钱多少呢？1分都不到。我这个是年龄。小时候用铜板，1分钱是3个铜板，1毛钱是30个铜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1文呢，是满清时代的10文，当10文，满清时代用的铜钱，当中有个洞，当中有个方洞，那个钱的时候，那。多少？30个钱才是1分。30个钱是1分。那是我们那个时候不用那个钱了，满清钱已经淘汰，不用了。用铜板，1个铜板当10文。所以这个1毛钱是30个铜板。1块钱是300个铜板，很值钱的，1块钱很值钱的，在乡下，普通人家，4口人家，1家4口，1个月的生活费用2块钱就够了，就可以养家了，所以那个时候钱是真值钱的。
说贫贱的人失一切啊，虽可称美，这值得赞叹的，他不容易，真不容易啊，在那么样贫穷，他能够布施一个钱两个钱，真难得啊，所以值得赞叹啊。而不办众事，这钱办不了事了啊，很值得赞叹，办不了事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所记载的啊，这个贫女布施两文钱，老和尚亲自给他回向，给他祈福啊。为什么？那是真诚心呢，恭敬心呢，不容易啊。他以后做了妃子了啊，皇上的妃，贵妃了。再经过这个寺院啊，供养了1000两黄金啊，老和尚没有给他回向，老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做回向。他感觉到很压抑啊，向老和尚请教，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不是两文钱，你对我那么厚，现在我供养1000两黄金啊，你叫你徒弟给我回向。老和尚说，当时那两文钱是你的真心呐，这个心太可贵了，现在你做了贵妃，你有的是钱的，这1000两黄金对你算什么啊？你的心不够真诚，你的心傲慢心。他说，我徒弟给你回向就够了，用不着我来回向了。但1000两能办事啊，过去两文钱不能办事啊。啊，所以这个道，这个的要懂啊。所以这下面说呢，富贵是千金，虽不可称美，但是能办事啊，能做很多事情。这就比喻极乐跟娑婆两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修善不容易，你修一点小善，诸佛菩萨都赞叹。啊，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没有物，全是善，所以在那边修善就太容易了，没人赞叹你啊！啊，所以二界修行呢，一佛入世，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说若于速办成佛，利他众事，专心净土。何留秽土不办佛道呢？啊，这个结论就成就了。如果你想快一点成佛，啊，你去教化苦难众生，那这里教个方法，专心净土。这个心是欢喜啊，心是希求啊，这就对了。何留秽土，不能留在娑婆世界。为什么呢？留在娑婆世界不办佛道，这个世界障缘太多了，你办不了佛事啊，也就是你说明你教化不了众生啊。在这个世间你能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未必能超越六道轮回
啊，可以说能够保证成就你的生于界天。一般最高升到哪里？升到忉利天。啊，因为忉利上去要有禅定的功夫。啊，没有禅定呢，不能够生夜摩天。啊，夜摩斗率化落天，他化自在天，是禅定功夫浅深不一样。禅定功夫深，就向上提升。啊，功夫浅的，只有在夜摩斗率。斗率是凡身同居土，弥勒菩萨在那边修行，但是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啊，就跟我们这个地球，地球是凡身同居土，啊，五台山文殊菩萨，峨眉山普贤菩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他见得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啊，在斗率也是如此，斗率天人知道弥勒菩萨在那边修行，见不到，可是弥勒菩萨能见到他们。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不能不求生净土。又据景星法师的意思，此间一日胜西方百年之善者，此修难成故啊！赞叹的意思在此地啊，为此土进修啊甚难，难能故可贵也。至于生彼国，速得无上菩提者，那你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一生肯定证得无上的极果，就是妙觉如来。啊，还在等觉之上啊，你圆满成就了。啊，彼无时不修苦，这一点特别要知道。在西方极乐世界，你修行绝对不会有中断的时候。啊，我们这里修行中断，晚上睡觉就断了。啊，吃饭其他工作就断了。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吃饭。啊，不需要喝水，不需要睡眠。所以他修行没中断的。啊，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没中断的。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处处你都看见阿弥陀佛。你在讲堂看见阿弥陀佛。你离开讲堂在外面，外面阿弥陀佛在外面。啊，你在七宝池里面说阿弥陀佛在池子里面。啊，你在宝树里说阿弥陀佛在树林里头。就是说明你永远不会离开佛陀。你永远听他讲经说法。他不中断的。所以他成就快呀。啊，我们这天成就太慢了，一天24个小时，你几个钟点休息啊？啊，那我们讲一天干8个钟点，那还有16个钟点就中断了。啊，怎么比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单单凭这一点的好处，
就值得我们发心往生。所以这个就是利害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此修善事少。此时此土，我们这个地方修善的时间少，比他们呢无时不修，修行没中断。故不相为也了。精心之说较深，比前面意思说得更圆满。祖师说的这些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不能把意思错解了。请看经文。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切，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念老的注解说：“世尊，重重回免，慈悲到极处，唯愿大众奉持经戒，奉是奉献，持是保持。”经典里面的教训，佛给我们的这些戒律，一定要尊重，一定要认真学习。故有段中，就是这一段经文当中，先说授予经法。佛在这个世间对众生有什么好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质疑，佛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往往答不上来呀。这里就教给我们，他对我们的好处就是传授给我们的经跟学习的方法。那么在人家在问的时候，这经是什么？经是教学的课本，你们有接触，你们有读，你不知道。你如果接触，你如果就读到了，你就会欢喜，你就明白了。法是经典里面所教的方法太多了。我们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有修身的方法，有齐家的方法，有治国的方法，
有帮助世界和谐的方法，有化解灾难的方法，那跟人说的不清楚了吗？啊，你今天所遇到一些困难，没有方法解决，这佛经典里全有。那你不看不用它，那是个在你呀、啊，那不是佛没有在人呢、啊？啊，佛把这个方法传下来了，欲令受持思维如胶奉行呐、啊！啊，欲是上对下。语气啊，老师教导我们啊，我们要接受，要保持，要常常想到经里头的意思啊，依教奉行啊，最重要的是在奉行，如果不奉行，等于没有学习。啊，那么今天佛教之衰，经法是有啊，只是去念，不懂意思。当然，他就做不到了。所以读经跟平常生活已经没有关系了。啊，这个佛教就衰了。佛教在这个世间就没有了。啊，诸位想一想，如果我们佛教能有十个法师、二十个法师，啊，每一天都能够用这些卫星电视讲经讲个四个小时。十个法师就四十个小时，二十个法师一天就八十个小时，啊，天天讲，天天听，天天学习，佛教就兴旺了。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最兴旺的一个时代。啊，一般人说佛教的黄金时代呀、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盛极一时，它盛在哪里呢？讲经的法师太多了，经律论都讲。啊，那个时候，十个宗派都是隋唐时候建立。啊，华严宗的讲华严，天台宗的讲法华，啊，法相宗的，他们总共有六经十一论。啊，禅宗的、净宗的、密宗的。没有一个宗派不讲经的啊，所以寺院庵堂小的专科大学啊，丛林呢，那就是一般的大学，里面什么东西都讲啊，等于说他分科系的。讲的人多，修的人多，佛法就兴旺了，对社会一般大众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而且当时这些出家人，有德行，有学问。
啊，现在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啊，他们不要名，不要利，没有私心。啊，上从帝王，下从地方上的这些官员，啊，现在讲的领导，遇到疑难杂症不能解决，都向出家人请教啊。啊，出家人里面优秀的，帝王封为国师。啊，国师是什么？就是帝王的顾问。啊，佛法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大了。啊，现在衰在哪里了？这个气象没有了。啊，都变成金蝉佛寺了。如果隋唐那个时候佛教要是金蝉佛寺，恐怕早就灭掉了，啊，就不能存在了。啊，今天如果要正法久住，一定要提倡讲学，啊，寺院就是学校。古时候寺院确确实实是学校。啊，你看他组织的形式，到现在一般寺院里面还有住持，住持是校长，还有当家。啊，当家是管总务。啊，有维诺。维诺以前是管训导，啊，现在做法师乔大清，啊，从前管训导的，啊，首座没有了，首座管教学的，现在寺院没教学，啊，大的寺院里头还有首座，那是什么？年岁大的这些法师们，啊，给他这个名义，啊，从前首座是管教务的，啊，现在有名无实啊，啊，这些情形我们都应当知道。我们接着看注解，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毁俗曰：无爱，无是世尊自称。啊，释迦牟尼佛自称呐。啊，如来大慈，爱悯众生。如等是所爱的对象，这个地方讲的五十条机半满垂教，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他分5个阶段，叫五十。第一个阶段是华严时。啊，华严什么时候讲的呢？释迦牟尼佛开悟。开悟之后，把
他所见到的这些境界，圆圆满满的说出来。啊，开悟的境界是什么？这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佛是在定中讲的。啊，对象是谁呢？41位法身大士。换一句话说，佛开悟了，他成佛了。成佛之后，跟极乐世界四徒都现出来了。那么这个经是对十报庄严图41位法身大士讲的。圆教初住以上，不拘这个条件，他见不到啊。所以小乘不承认。小乘智慧少啊。不承认这个事实啊。所以说华严经是龙树菩萨造的。假托释迦牟尼佛的名义，实际上是他造的。龙树菩萨能造华严经，那他就是佛，那没话说。华严经能造得出来吗？小乘跟现在科学一样，必须他看到真正听到才算数。你要传说给他，他不相信。多长时间讲完呢？27日中。也有经典讲37日中，27、14天，27、21天。我们现在所念的华严经是华严经的6本，这个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龙树菩萨也是因为傲慢你看这个傲慢习气难断了。他证到初地菩萨，初地菩萨还有傲慢的习气这个初地在我们想呢，应该是别教初地，等于原教初住实际上断证功夫是一样，智慧不一样原教的智慧比别教要高出很多心量也大他有能力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3个月就修完了。学完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世间智慧他是第一了，没第二人了，傲慢习气就显出来了对于一般人轻慢自己认为很了不起，这是大龙菩萨，
怜悯他了，大龙菩萨也是爱怜他，帮助他，邀请他到龙宫。在龙宫里面看到他收藏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世间没有，他没有见到过。佛成道之后第一部讲的经，他看到这个分量他就带了，傲慢习气马上就没有了。这分量多大呢？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个四天下微尘品，没有法子用数字说。这一看才晓得自己不行啊，跟佛比差太远了，这天壤之别。谦虚恭敬心就升起来了。这个经，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包括他自己。那么再看中本，华严经有大本、有中本、有小本。大本，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就像我们四库全书。中本呢，就好比四库会要，里面的精华，分量就少很多了。看中本不行，阎浮提众生还是没有能力受持。再看下本，下本就等于四库末路提要。分量多少呢？十万计，40品。佛门里面算这个文字多少啊？他中国人是算字数，一个字一个字算字数的。印度人不是算句，四句叫一计，用这个做单位。叫一计就是四句，不管长短句，四句就叫一计。那么十万计，也就是全经一共40万句，也相当可观了。40万句，一共40品。他有能力把这个小本呢背诵下来了。背下来之后，他大龙菩萨送他出来，回到这个世界，他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你说他是他造的，他造不出来呀，从龙宫传出来。原本是40万计，传到中国来的是3次。第一次东晋时代传到中国来，只有36000计，10万计只有36000计，1/3多一点，所以经太大了，传的是残缺不齐。在中国把它翻成中文，就是60华严。实际上华严经翻译，当时方东梅先生告诉我，60的文字翻得好。从文章来讲呢，
六十比八十好，那就翻译的人啊，他们的文字修养非常高啊。第二次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巴拉米帝啊，不是巴拉米，哎，这个法师的名字，《地藏经》是他翻译的，啊。啊，是他南陀。那么他带到中国来的经，这个华严经呢，是45000诵，还不到一半，但是比上一次的增加了9000偈。这一次翻译出来了，这个释迦南陀就是80华严。啊，第三次是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对中国进贡，有一部《普贤行愿品》，啊，是华严经最后的一篇，40卷，啊，这一篇呢非常完整，啊，翻译出来成40华严。近代弘一大师他对华严下过功夫，他的早晚扩诵啊，是念行愿品最后一卷，他念得很熟，都能够背诵啊，这是个对华严下了功夫的人，告诉我们学华严学80华严啊，到立世间品啊，最后这21卷呢就不要念了，念40华严，这样子把它合起来，除掉重复的部分，99卷，这是中文翻译最完整的，实际上呢还欠缺很多啊，但是华严经的全经找不到了，已经失传了啊，原文没有了啊，这非常可惜的事情。现在学华严只有中文的一本啊，99卷啊，还不到，就是原文的时候大概是一半的样子，但是它的经义呀已经能够显示出来了，啊！这《华严经》，我们看这个本子，常常看到这里，突然就断掉了。想想，应该这底下还有文呢，怎么没有了？啊，就是散失掉了。啊，古时候印度的经本，就是《贝叶经》，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啊，是贝多罗树叶上写的。啊，一片叶子大概写六行，两边打洞，用绳子穿起来，就像中国古时候的竹简，绳子断掉了会错掉，页数会错掉啊，会很容易散失掉啊，这第一史说的。是把他开悟之后啊，看到的真实的就是诸法实相，嗯，详详细细说出来，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般若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开悟，只说了20个字。很重要啊！那这20个字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开悟说一部华严，
他开悟的时候是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你要问大方广佛华严讲的什么，慧能大师的二十句就是的。他讲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释迦牟尼佛呢？细讲，慧能大师是略说。这二十个字说出来了，无足忍和尚就知道他真开悟了，这不是假的。不开悟说不出来所以衣钵就给他了。而且立刻就把他送走。这第一时啊。第二时呢，释迦牟尼佛出定了，《华严经》讲圆满了，出定了。出定，想了一想，诸法实相啊，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太深了。那怎么办呢？要让这些人慢慢的。先培养他，就等于说办学校、办小学。阿含里面讲伦理道德、因果报应，讲这些。十二年呢，就是等于办小学，就是小乘。十二年，十二年有这个基础了，再提升。这第三十讲方等。方是方正，等是平等。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这方等你。等于是大乘一个预科，预备班。如果我们把阿含看作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般若二十二年，佛才真正把它。见到的诸法实相，这个时候来开讲。二十二年。诸法实相是什么呢？中文经典里面，般若是最大的分量。这一部经600卷呢。最大的不行这一部经看一遍也得好几个月才能把它看完。我们那个时候有工作，用了多少时间呢？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把它看完，看完之后，我的总结12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中国流传。最深
啊，原因是什么呢？六祖听这部经开悟的，所以这部经呢，就被社会大众普遍的重视。啊，也确实，《金刚般若》是六百卷般若的纲领啊，精要啊。那更简单的呢，那是《心经》。《心经》可以说是般若的总纲领啊。师尊22年说的什么？就是讲的《心经》，细讲。心经是六书啊，真的不好懂啊。为什么那么难懂？执着放不下啊，真的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就不难懂了啊。这都难放下了，太难太难了啊。所以真的佛法里头最精彩的地方就告诉你，放下就是啊，放不下怎么说你都不容易体会。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确是非常有耐心啊，一桩事情印度人也是喜欢这些反复重复的对我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因为你太啰嗦了。那中国人喜欢简要下面，印度人喜欢详细细数重数啊，他不厌其烦啊。这是两个地区人根性不相同啊。第四识是般若，第五识是法华。法华讲了8年啊，最后《涅槃经》那是释迦牟尼佛的遗嘱。一天，《涅槃经》是一天讲的。啊，最后的遗嘱。啊，这个五十啊，你看调基，基就是学生根基，根性不同，要把它从小慢慢向上提升啊，就像办学一样，父母教育儿女，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法华是研究所，法华里面所讲的跟华严是平等的啊，非常相似啊。所以小乘只承认佛后面的四识，不承认第一识啊。小乘承认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他不承认华严。半满垂教，这就教学教什么？半是一半，满是圆满。华严法华是圆满的，其他都是一半的，就是你学的东西你没学完的啊，你只学一半啊。阿罗汉只学了一半，辟支佛也学了一半啊，菩萨虽然学圆教，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圆满啊。真正圆满就成佛了啊。所以是满教，就是华严跟法华，这是圆满的啊。故曰苦心毁誉，知道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
啊，从最简单、最容易的跟你讲起，你一听就懂，完全是随顺众生啊。所以佛说说法原则是一二谛啊，就是根据二谛来教学。二谛第一个是真谛，是他自己亲证的境界，对凡夫没法子用，他不懂啊。那么就以速谛，速谛是依照凡夫的常识，这大家一提一说马上就懂了。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含是速谛，方等里面就有一点真谛的味道在里头，不是纯真啊，般若这是真的了啊。所以前面20年的基础才给你讲真的啊。讲真的什么，就是实在讲，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跟哲学啊。宇宙之间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假的，叫万法皆空啊！啊，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些话呢，被现在量子学家肯定了啊。量子学家确确实实见到宇宙物质现象的本质啊，跟精神现象的来由啊。精神现象他还是没说清楚，物质搞清楚了，是念头变现的。那他念头呢，念头是无中生有，没说错，不清楚，很含糊啊。佛法讲的清楚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科学跟哲学都见不到，为什么？他没有现象。科学跟物质都要有对象啊，或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科学哲学都可以研究它。而自信呢，三种现象都没有，也就是说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那就没法子了啊。怎么样知道呢？佛说了，为证方知。你证得就知道了。怎么证得呢？放下。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只要放下，你就见到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别的，就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他见到真相了啊。像能大师所说的，这个说的简单啊，真相是本自清净啊，自心就是真心，就是自己的根源。我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宇宙从哪来的？也是自信变现的。所以入了这个境界之后，才知道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没有见到这个境界不知道啊。我们也是听佛经讲的，自己没证得
佛告诉你，放下就真的了。啊，从哪里放弃呢？从身放弃。这个执着最严重。啊，真正明了之后，身不是自己，这身不是我。啊，身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啊。这学佛人头一个你要把这个人认识啊。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啊，身一层，身体不是我，灵性是我。啊，身有生灭，灵性没有生灭。啊，心有染，身有染污，灵性没有染污。身有病痛，灵性没有病痛。啊，如果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调理身体就很简单了，一点都不麻烦了。啊，不但调理身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地球上灾难也是轻而易举就能把它化解。啊，为什么呢？地球是个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心想生的。只要把心想调理好了，一切的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染污的是物质跟精神现象里头有染污。啊，物质现象里面染污是病痛，精神现象的染污是迷惑，就是你不能见性。啊，那见性的人告诉我们，自性没有染污，所以我们放下染污。什么是染污呢？执着是染污，分别是染污。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就能恢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什么都要放下，那身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啊，自信没有生命。换一句话说，大般涅槃是真的，是本来有的。啊，只要放下，你就看到了。啊，大涅槃就是无相。啊，但是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用现在的话说，它是有机的，它不是无机的。它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呢？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才艺，具足相好。相好里头一部分，我们叫它做福报。他什么都不缺，啊，虽然通通具足，但是他什么现象都没有。你看，没有自然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他通通具足。那么由此可知，物质、精神自然现象的本质是自性的。
没有自信，它怎么会变出来啊？所以自信什么都没有，它遇到缘，它能现、能生、能变。所以摩诃说：“能生万法了。”啊，它本质是空的，所以万法也不是真有。这个道理很清楚啊！啊，万法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你可不要当真啊，当真你就错了。那么真心呢，本无动摇，心是不动的，所以妄心动它就生烦恼，不动它就生智慧。为什么呢？不动啊，它跟真心相应，动的时候它跟真心相违背。啊，我们今天用的是妄心啊，阿赖耶。哎，只要这个阿赖耶不动，它就靠近真心。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中国这些古圣先贤，为什么他们那样重视静定。啊，虚无，他重视这个，心要虚，心要静，心要定。啊，道家里面讲修身养性啊，啊，他所修身养性所养的是阿赖耶识，不是真心，那真心就成佛了。阿赖耶识修行到极处是什么境界？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能够修到这个地位啊，超越六道太多了。六道里面看天，28层天，最高的飞翔飞翔出天，没出六道，出来六道还是修阿赖耶。声闻缘觉菩萨佛通通修阿赖耶，啊，那个阿赖耶的杂念越来越少，啊，起心动念放下了，阿赖耶就没有了，你就见性。啊，不起心不动念太难了。在理上讲啊，不起心不动念，万法皆空，真的是空。一真法界都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光明啊，所以佛经上也形容它叫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土啊，完全回归自性，自性的样子就是一片光明，什么都没有啊。那现在科学称它为能量啊，纯是能量。这个能量不是自然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但是所有的现象就从它生出来的，这是无中生有啊，它不是真的无，真的无不会生有啊，无时半满啊，古云
苦心慧欲啊，佛用的善巧方便呢、啊。啊，随机摄教，盖为如来大慈，爱民群机，各种不同的根性，苦口婆心，开示教导，五时说法，以调音助机。啊，说教分半满，啊，这是比喻，有半字教。有满字教，而随缘度众，故云苦心回欲受欲见法。啊，这一切经里头有浅深不一样。啊，但是修学呢，一定由浅而深。不能够劣等，啊，劣等是决定修不成的，啊，就像佛在《佛藏经》，啊，不是《大藏经》啊，就是《大藏经》里有一部小经，就叫《佛藏经》，啊，在这一部经里面，这经分量不多，《大藏经》里的有。佛有这样的教诲，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句话很重要啊！啊，佛是不喜欢叫人劣等的，一定按部就班，步步踏实，你能成就。那现在人学佛没办法了，通通不踏实，就是劣等的，没有依照佛的规矩，啊，一入佛门就是大乘，不可能的事情。啊，《无量寿经》什么时候讲的？方等时候讲的。那方等前面有十二年的阿含的基础啊！啊，这十二年我们把它省掉了，不学了，那行吗？等于说读书，小学没学，一直上中学。我们犯的过失在此地，所以必须要补习，要把前面补出来，不补出来的时候不会成就。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啊，到你年老了，一生没有成就了，后悔莫及了，本来可以成就的。啊，自己不听话了，我们把小乘丢掉了，疏忽掉了，是唐朝中叶祖师大德们提倡的。啊，小乘经翻得非常完备，这张家大师告诉我。啊，我们的小乘经跟南传巴利文的经啊去对照，大师告诉我，巴利文经典比我们大概多五十部的样子，一共3000多部啊，只多五十部算不了什么啊。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小乘经翻得很圆满了。啊，祖师大德为什么不学他了？隋唐初期学，
小乘有两个宗，陈师宗、居士宗。到宋朝这两个宗没有了。中国只有大乘八个宗，小乘没有了。祖师大德用儒用道代替小乘。行不行呢？你看这1700年他的成绩，你就知道行。这1000多年来，唐朝差不多1500年，大乘八大宗，高僧、高士，高士是在家人、居士，开悟的、正果的，有啊。所以用儒跟道来代替没错啊。可是今天呢，儒也不要了，道也不要了，小乘也不要了，一下就学大乘。学到之后都狂妄啊，自大了，一无所知。这是什么？不听佛的教诲啊！中国人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佛是老人了，你不听他的话，你就不会有成就，他不欺骗你。那么今天从哪里扎根呢？决定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扎根。如果不从这里扎根，你学上300年都没用。你能不能开悟啊？肯定不能。你能不能得定呢？不可能。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要非常认真努力，用个2-3年的功夫把根扎稳。一定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用12年时间扎根，那个根得多厚啊！所以当时证阿罗汉的人很多。现在这个时代，学了一辈子，修了一辈子，出国都达不到。如果不是念佛法门，待业往生，可以说一个成就都没有。今天成就全靠阿弥陀佛，但是阿弥陀佛也不能少这三个根。你有这三个根，真的你是经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往生有把握，你没有这三个根，那往生的时候就靠运气了。最后一念是不是阿弥陀佛，再靠运气了。最后一念要想到别的事情就完了。谁能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己。你要是想靠助念，靠不住啊。到时候缘没有那个缘怎么办呢？所以经上佛是
一再重复地劝导我们一心念佛，把什么事情都丢掉。为什么呢？鸡毛蒜皮不重要啊，不要为不重要的事情去操心啊，统统丢掉啊。啊，一心念佛，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啊，功夫成就了，多住几年不在乎。为什么呢？我随时可以走得了。我不需要人助念，不需要人帮忙，想走就走了，这些。啊，没有这个功夫，那自己要好好想想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灾难频繁，要提高警觉，人命在呼吸之间。我还能干别的吗？啊，这一生无比的幸运，遇到大臣，遇到无量寿经，遇到这样好的本子。啊，这个本子是集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精华，我们读的是精华本。啊，注解是集经论祖师大德，心得的精华，你到哪里找啊？你找不到啊。末法9000年代表佛教的就是这部经。啊，佛说的很多，说的很好，一部经通了，步步都通了啊。啊，这个通必须有根。啊，经上常常提到的经界，啊，经是什么呢？帮助你信，帮助你解，解帮助你行，帮助你证。他提这两个字，意思是的。你没有戒就是没有行呢，没有证呢。啊，往生极乐世界那是行，那是证。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东西多重要。啊，结是明了事实真相。只有明了，你才肯放下，你才愿意放下，啊，放下一切分别之处，啊，分别、执着是烦恼障，啊，只要能够把执着放下，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执着放下了，执着轻了，不太重了。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念佛三昧就得到了。啊，得到念佛三昧，往生就有把握了。
不能不清净啊。佛语如是所闻的经法，悉应持思奉行，转向教育，啊，其实完全的，你应该要保持，啊，思，把念头转过来，不再想别的，向佛的教诲。啊，奉行是真干。啊，转向教育是利他了。这底下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啊，持呢是我持，思是思维，奉是信奉，行是修行，此为自利。就是真干啊，与诸亲友，我们今天讲有缘人啊，我要教他了，我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呐。啊，转向教育，这是利他。为什么要利他？这个经是大乘经。这个法门是大乘法门啊，大乘法门你看在三福里头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后头劝进行者，还得劝别人啊。经上说的，若不说法度众生，世纪无能报奉恩。佛把经法传给我，我要传给别人啊，传的方法越多越好啊。啊，那在现前这个时代，有这些科学工具在，好东西啊。这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最好的工具啊，啊，我那个时候初学佛没出家了，他提醒我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如果用它来教学，用它来讲经，影响就大了啊，这是真正报佛恩啊，转向教育。印光大师当年在世，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套东西啊，录音录像都还没有发明啊，二次抗战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只有无线电广播，而且地区范围不大啊，成本很高啊，我们在早年用过啊，大概用三四年的时间啊，现在这些设施成本很低，效果很大啊，这些是我们应该要把它想到的
下面又劝导我们：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啊！啊，这下面有解释。悦解是熟练啊，换一句话说，自己要懂得约束自己，这是属于戒律。啊，开始放下，是从身外之物，啊，通通舍净了。我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学，大师叫我慢慢学，学布施。啊，我记得我出家的时候，舍净了。生平喜欢读书，点点滴滴省下来，通通都是买书。啊，所以书不少。李老师在台中办一个慈光图书馆，全部捐给慈光图书馆了。啊，出家只是一生换洗衣服，一个铺盖，啊，背到身上就走了。啊，在灵济寺出家。啊，出家的时候穿的出家人衣服是一些老和尚啊，他们送给我的啊，全是捡他们的旧衣服，很自在啊。啊，出家的时候这需要经典啊，啊，由居士们供养，我不要钱，我说你买书给我，我想要什么书你就买，买来给我。啊，那个时候买的书都是非常好的线装书，啊，从香港买的，香港是智开法师。啊，我以为的是老法师啊，写信对他都非常恭敬的。以后见面，我们同年。啊，对我帮助很大。啊，因为我们有信用，我买书的时候要书是没有钱。啊，我想要的，他那里有，他都会寄给我。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他。所以人家要供养的时候，如果一套书多少钱，你给我寄到智开法师那里去，付他的这个账。啊，他帮助我太多了。啊，因为这些书在台湾没有印的，没出版的，找不到的。啊，都从大陆上流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些书多半都放在澳洲，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已经交给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翻译了，啊，像现在印的《华严经》，原本是现装本，啊，这个原本交给基金会保管。啊，我用都是用印出来的，印出来上面可以写字没关系，原本不可以。啊，原本要做底本用。啊，所以
素练非常重要啊，就是前面讲的当自端心，当自端身之意啊，和身义理为言行举止，细节合于义而顺于理啊，合于义，动之行矣，顺于理呢，自然终结。这个理呀、啊，应该是理解的理啊，仁义礼智信的理啊。他底下讲自然终结，又欢者欢喜。注经之末多云皆大欢喜啊，心守奉行啊。换一句话说，佛法的修学必定让你得法喜啊。如果你没有得法喜，你就没有得到真的受用啊！佛法真正受用是法喜，这个东西锲而不舍。为什么会欢喜呢？有悟处啊，就欢喜了。如果没有悟处的话，天天读它会读厌了啊！有悟处，他就越欢喜，越念越有滋味啊。古人所谓的世味哪有乏味浓，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认为哦，这出家修佛的人很可怜的，世间享受他都没有了，殊不知他那个享受世间享受不能比啊，你怎么比都比不上啊。它里头有真乐，啊，乐安乐，慈孝所云上慈下孝，上是父母，下是儿女啊，父慈子孝啊。如今云，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是为大慈啊。这是真的。父母对子女的慈爱，那是情之不是真的。佛对众生的慈悲是一体啊，佛知道天地万物跟着自己是一体，那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父子之情有的时候产生变化了。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慈悲永恒不变，这是真的，真的。啊，只有深入大乘，才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道家虽然讲了，没讲清楚。啊，老子确实说过：“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大乘菩萨境界。啊，为什么是同根？为什么是一体？没说出来。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两句话很佩服，很赞叹，就是止于敬佩而已，无法学习。啊，佛说的太详细了。把宇宙万法怎么来的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怎么来的？啊，你怎么来的？啊，通通讲清楚了。关系是什么？都讲清楚了。啊，尤其说得好，全是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平等呐，这不是假的。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到这个境界？我跟一切众生真平等。啊，自他不二，性相一如啊！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誓愿救度，是为大孝。啊，六道众生是不是真的是我父母？是的，生生世世都在那个循环轮回啊！啊，我们的父母如果到出生道了，跟你有缘，舍不得离开你。啊，投胎还是躲在家里。啊，家里投什么胎呢？过去乡下农家啊，都养畜生，养牛、养马、养羊、养鸡啊，说不定他都在里头，你怎么知道啊？啊，如果你知道，哎呀，他是我父亲母亲投胎才来的，啊，你能虐待他吗？你能杀他吗？啊，一投胎，一变了身份，全都忘掉了，不知道了。这个事情只有佛菩萨知道。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真正的慈孝，究竟的慈孝在佛门呐。啊，不但六道众生，啊，六道说得好啊。啊，天道、修罗、人道、畜生、地狱、恶鬼，全包括在里头啊！啊，有缘要度，哪个没有缘呢？这个缘不是在我，我是要普度。缘是什么？他接不接受？缘在他。他只要能接受肯听，那就要帮助他，就要教他，能接受多少就教他多少，不要勉强。
能接受大法给他讲大的，能接受小法给他讲小的，应机说法。啊，但是最后一定要把他引导到净土，那就真的度脱了。啊，没有归净土，没有信净土，只跟佛啊，跟阿弥陀佛结缘。啊，阿赖耶识给他种种子，来生后世再遇到缘，这个种子成熟就起作用。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是以大悲故普令离苦，以大慈故悉令得乐。啊，对一切众生真诚心呐，帮助他离苦得乐。啊，跟任何一个人，出生也不例外，真诚心会感动他。啊，尤其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社会动乱，灾难频繁，每个人都孤独，没有依靠，孤独感。啊，靠什么都靠不住。啊，你今天说靠财富，一旦银行倒闭了，你所有的钱都等于零，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太可能了。啊，所以我曾经说过，你口袋里装的多少钱呢？那是你的。没装在口袋都靠不住啊！你住在这个地方，房子是你的，你离开这个房子不是你的，要常常做如实观呐。为什么？你会自在啊！啊，你想到这是我的，我是占有我控制的，全靠不住啊！一旦灾难来了怎么办？美国人搞的2012的那个电影呢，应该多看看，常常看看。为什么？每看一遍提醒自己一次，将来灾难比那个还严重。啊，这是我这次到日本去讲经，日本人告诉我，日本这次发生的地震的海啸比那个片子还恐怖。啊，他们这次灾难的时候，从空中拍的油，好像有裸像这个东西，我没看到。啊，我们找凯林斯的时候，帮助我们找找，啊，看看当时拍的真实状况。你说呢？一个海啸来的时候，全没有了。这一个村庄，一个小镇，啊，一个城市，几分钟就没有了。啊，很可怕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佛法真的念阿弥陀佛啊，真正念佛人这种景观常常在心里头，心里头有数，来的时候不害怕啊，阿弥陀佛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阿弥陀佛讲信用，
绝不是因。啊，你跟这个灾难有共业，啊，灾难当中佛来接引，啊，所以一定是什么都没有啊，干干净净的，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诸佛菩萨普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只要众生肯接受，啊，真信、真愿、真愿意往生，希望越早去越好。啊，我们念念呢，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啊，这是菩萨的大心，阿弥陀佛的大心。以及欢乐慈孝之实意，真实也。那么换一句话说，欢乐慈孝这一句真正做到究竟圆满，是诸佛菩萨啊，在这未能转向教育故，必先以四摄摄受众生啊。这个四摄是我们佛门的交际法啊，现在讲公共关系法，我们与人往来要记住这四条。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就是送礼呀，礼多人不怪呀，啊，要送礼。爱语，爱语是真正关心他，不是说好听的话。他今天有困难，怎样才能解决困难？怎样才能让你得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安乐？这是真正爱护他，啊，真正帮助他。那么真正的爱语，说到究竟处，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你在任何灾难当中你平安度过啊，这种平安度过包括在灾难里面呢，随着灾难走了，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平安度过，要懂这个意思啊。人没有不死的，死了到哪里去，这个问题重要。啊，第一个好处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其次的这升天呢，再其次的就是又到人间来了。啊，上中下三品，我们要取上品，不取中下。啊，我们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你们亲朋好友一定要告诉他啊，怎样好啊，生生世世在一起，只有到极乐世界你才生生世世在一起，除这个之外，过人都随业流转，你们业力不一样吗？各有各的去处吗？你怎么可能在一起吗？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在一起，有榜样给我们看。慧远大师，我们净宗初祖啊，他做的榜样给我们看，他
他往生的时候看到莲社先前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这证明在一起啊。啊，刘一民他们先往生的，哎呀，看到员工说：“哎，你看，你这个教导我们往生，我们先走了，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真的在一起，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将来成佛了也在一起。你到哪里去成佛？我们去做菩萨来帮助你教化众生。啊，这个唱戏啊，有个班底，啊，到哪里去，我们都在一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除这个之外，做不到啊。啊，所以欢乐慈孝里头啊，有四学法。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